怎么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走的呢？ 在想什么呢，徐叔？你看看这两边的山墙，这裂缝。对，二龙山前两天下了几场暴雨，我看这山体啊，很危险啊。我说你们在这儿待着干嘛呢？赶紧走啊！这种地方，少待一天是一天嘛，是是。 你们呢？我们也没事儿，没事吧？啊，我这脾气弓现在练的是真厉害，打个喷嚏都飞沙走石的。你看我还得……行了，够危险的，差点没给砸死。没砸着谁吧？嘘，这应该是共振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就是一个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做最大振幅的振动现象。你说什么呢，神魔？ 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的说就是，刚才武胖子打喷嚏，正好和山顶上面石头的共振频率相同。看似是武胖子把石头震下来的，其实任何一种频率相同的声音，都有可能引起土石滚落。这里很危险，不宜久留。那这不是我……嘘！哦哦哦！原来是这样啊，委员，这些机关。 都是天然形成的，什么？好像是老天爷有意在保护双龙，要想找到双龙，还真得费点周章呢。也是啊，刚才经过胖子这么一折腾，这上面的土石就更松了。鬼子的天然坟墓啊！<笑> 注意防备有人跟踪。哎，出发！
继续前进！快！哎呀，徐叔，哎呀，咱们歇会儿吧，走不动了。行，咱们。休息一会儿啊！神魔，喝口水喝。文远，这条路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要在这条路上尽量甩开，或者消耗日本人的兵力。你叹什么气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和我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不大一样。变得阴险了，变得有心机了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对，对于寻找双龙，这当然是件好事。可对你而言，我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家遭变故，又深陷迷局，我又能怎样？我只希望这一切结束之后，我还能变回原来的我。那李妙呢？谁知道呢？也许这一别之后，就不会再相见了。你说实话，李妙这回没来，是不是？是，是我不让他来的。他就是大和七号。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，眼前明明是敌人，我却没办法恨他。这件事情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是吗？
我只是不愿意承认，我不愿意承认，他是我敌人。当他站在我对面的时候，我甚至完全没有办法调整自己。是啊，我也一样。我和他最好，我们一直以姐妹相称。我没想到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。他做的很多事情，包括对徐叔，包括对我，我觉得那一切都是真的。如果只是为了获得我的信任，他没有必要这样做。所以，我宁愿相信他心里有我。他是为了我，而不是为了那个什么该死的人。我明白，你很想去相信他，但你却无法相信你自己。文远，如果你不敢相信他，那就一定要相信你自己。前景君已经中了你的计了，果然，他们现在的目的不是寻找双龙，而是要一个一个的消耗掉前景君的兵力呀。上山君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静观其变吧。那前景少佐，为了帝国的大业，前景君鄙人只能为你祈福了。大家小心啊，别拉我，留神脚下，路不好走。红叔，这二龙山看起来平平常常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危险啊？这条路啊，是二龙山最难走的地方了。当初邢老爷为了选择藏龙的地方，或许是故意选择这个地方的，以免后人心怀不轨吧。来，当心点。徐叔，你的人应该快到地方了吧？啊，放心，我让老丁在那里设埋伏。到时候他们就会，小心啊！那后面呢？你放心，已经安排好了。报告。后面有什么情况？好像有人跟踪。好像，这叫回答吗？我只是看到了一些印记，但是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看不出这些印记是早先留下的还是刚刚留下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如果有人跟踪，那么这些人一定是经过特别训练后的人，他们的痕迹让人迷惑，介于有跟无之间，无法判断。如果后面有人跟踪的话，大概是什么规模？应该是小规模的武装力量。
游击队。哎呀，哎呦呵，这路也太难走了，这个。博远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在那边的山墙，日本人就会折损部分兵力。那接下来，咱们就在古堡的埋伏点先找着，在那儿等日本人赶上来。走。报告长官，还剩下25人。八个，都给我起来！快，快走！前景军，一定要克制啊！一旦你进入邢文远的圈套，我上山清征也帮不了你。命令部队消除痕迹，制造伪装。嗨，出发！终于到了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！真没想到，这二龙山还有这样的古堡。是啊，王小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二龙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这里有要塞遗留下来也是正常的。好，咱们开始行动吧。好，走。走吧。好。哎，走。哎，哎呀，徐叔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他们都在后面呢。来，我扶着你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下就好了。哎，哎，快点。哎，行。哎呀。咱们商量个事儿，咱们歇一会儿行不行？啊，马上就到了。
面小心，注意脚下啊！哎呦，不行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后面小心，小心脚下啊！哎，哎，就是这里，队长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政委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。
上山可真是诡计多端。徐叔，你看这儿的地势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老丁他们都安排好了，就等鬼子钻进来了。找到双龙了，双龙找到了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双龙，快走！上！是他，
爱子小姐，怎么会是你呀？我不是三岁小孩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演戏。你跟着我来的，能看不出是我吗？哼，当然，演戏是你的专长。爱子小姐，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是你跟着我来的吧？我有我的意图，用不着向你解释。我要放长线钓大鱼。我看你是想钓邢文远的情吧？放肆！你别忘了，无论是军衔还是职位，我都是你的上司。我现在命令你，赶紧给我解开。是，你的确是我的上司，不过那是以前的事情了。看清楚了吗？军部现在已经撤销了你的一切职务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是我的犯人，没别的身份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爱子小姐，钱景军现在已经死了，我想邢文远现在正在得意洋洋呢，而且紧接着他就会带我们去真正的双龙藏匿地点，到时候我们就会水到渠成地拿到双龙。现在需要你做的就是乖乖地闭上嘴，安静地看这出好戏。那这么说，钱景的死也在你的意料之中？这么说也对，也不对。总之，钱景军的玉碎是有价值的。上山清照，我低估你了。哼，钱姐。伤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里死了那么多人，可没发现上山。我找遍了，没有发现他。但是我觉得，他一定就在这附近。看来我们不到真正的藏龙地区，这老狐狸不会现身的。难道钱景的死，在他的预料之中？很有可能。这次，咱们真的要以身犯险了。好，我宣布，丁队长负责打扫战场，其他的人出发。又去哪儿啊？这是？现在，我们要前往真正的藏龙地点。老城堡。什么？真正的藏龙地点？还有真正的藏龙地点？那这儿呢？一趟一趟遛我们呀？你有没有准啊？这……抱歉了各位，不过最起码，该死。已经死在这儿了。好，丁队长啊，我们始终没有发现上山的影子，我想他一定会有所行动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严密监视。啊，好吧，政委，你放心吧，只要同志们在，一定会保证双龙的万无一失。哦，再见。再见，注意警戒，清点人数。是。
保持一定距离，继续跟进。嘿。